近日，淮安16岁少女骑电动自行车外出时，一边骑车一边用耳机听歌，在骑行过程中，女孩被耳机线割喉。由于她的双耳戴着耳机，连接在手机上的耳机线缠绕在其脖子处，被割伤喉咙，鲜血直流。好在没有割到动脉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A merrily loving song.